回到在京都的老屋，今天是7月25号，大家应该知道老屋要去哪里的吧？没错，就是北野天满宫的天神寺集。老屋从四条河原町开始出发，坐203号公车，大约车程30分钟左右，车费230日元，坐到北野天满宫前下车就到了。好啦，我们抵达了北野天满宫的天神寺集，让我们赶快进去逛逛吧。前面那家蓝色的路边摊，就是老吴最喜欢吃的前田鸡蛋糕。每次有祭典或者有市集的时候，他都会出现。在祭典或市集的时候，寻找前田鸡蛋糕是老吴的乐趣，他也从来不会让我失望，他总会都在。今天比较意外啊，人跟摊贩都有点少。想想理由，可能是因为今天7月25号刚好大阪有天神祭，大概摊贩跟人潮都过去那边了。摊贩真的好少哦，感觉有点冷清。外面天气也热，那我们就赶快逛一逛，去下个地方好了。北野天满宫那边已经挂起七系的装饰了耶。来天神寺集主要还是看和服相关的东西，这家卖草履的店还蛮推荐的，鞋子很好。这边卖的和服都主要是二手中古的和服，有时候可能会出1000块钱让你装塑胶袋装到饱，或者是1件1500之类的，但是要小心，这类的和服通常有时候有污渍，或者是有破洞、有破损，领子啊，然后袖口的附近都要稍微注意。然后再来，重要的是长度。以前的日本人身高比较矮，所以和服都有点比较短，或者是比较小件。这样子，如果你买来穿在自己的身上的话，就会很明显长度不够，尤其是袖长的部分，如果没有稍微注意的话，可能就会像是大人穿小朋友的衣服一样。老吴平常要去买中古的和服的话，都会带自己的布尺去量尺寸，量好尺寸，这样比较不会买错东西。这边是上七轩公武练场，刚好夏天这段时间有上七轩的 Beer Garden 可以参加。市集内有卖各式各样的古董画呀，然后衣服啊、花瓶啊、碗啊，还有装饰物什么的，可以好好挖一下宝。肚子饿了就吃路边摊，然后喝杯咖啡之类的。哦，看到一个新奇的东西，这是中古相机耶，好有趣哦，不知道能不能用。好，已经走到这边了，基本上就是已经绕了北野天满宫一圈，回到正门了。让我们坐上50号公车，前往下一个地方吧。
在活力高岸拿嘎达基五里的地方下车了，旁边就是枯川，看到很多家庭带小朋友来这边玩水，好快活。这就是老吴最喜欢来买和服的地方，基本上一两个礼拜就会来一次。这家店叫立桥，营业时间是下午1点到6点，星期四是公休日。它总共有3楼，每一楼都不一样主题。一楼是正常价钱区，主要放老板精选的商品。再来，我们走上炭自然花色的楼梯上2楼，进去左边这边有店主养的小猫，基本上都在2楼的笼子里面睡觉，偶尔会拿出来放风。现在2楼后面这个合适这边放的是浴衣专区，有很多浴衣可以挑。平常2楼这边因为布置的很有特色，很有大正时代的感觉，所以大家都会在这边拍照。再来就是重点战区的3楼啦！天哪，这边你现在看到的所有东西，和服啊、雨字啊、长芦瓣啊、OB 啊、OB 机妹、OB 阿给啊，然后包包什么的，通通都只要500。不要怀疑你的耳朵，通通一件500。老吴每次都会在这边失心疯，最少也会带4件吧，花2000块钱买东西。而且这边的和服跟堆小山一样，堆的到处都是，可以挑的很久。老吴每次都会在这边挖宝，挖差不多1.5小时到2个小时左右。这边的和服真的是很多，很好逛。逛完之后坐12号公车到4条金板下车，刚好有想看的表演，想去南座先买票。这就是老吴想买的票啦，板东玉三郎的特别舞泳表演，非常兴奋，非常兴奋，必须去看，必须去看，赶快去买票啦！こんにちは。お席3階になりまして、はい、ピンク色が9000円で、はい、グリーンのところが6000円になります。あ、7でお願いします。はい、10列の7番で、はい。はい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お待たせいたしました。では7月の27日2時開演ですね。はい、3階10列7番お取りいたしました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買到了。果然是人间国宝的魅力，座位剩超少的。好啦，那老吴的一天就这样结束了，大家拜拜。咻，直接跳到了7月27号看表演的这一天。这一天下着磅礴大雨啊，听这个雨声就可以知道那一天雨有多大了，简直寸步难行。拿着我们事先买好的票交给相关人员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はい、どうぞ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老吴的座位在3楼，慢慢的爬上3楼去找我们的座位。老吴的座位在3楼的10列7番，应该在右手边这边。好，顺利的找到了我的座位了，经过了重重的人群。离开幕还有一点时间，先来看一下他这个说明简介。首先第一场是口上，再来是高尾，最后是压轴的藤娘。他每场表演完之后会有休息时间20分钟，他的时间有计时在那个舞台的两边，可以看到时间。中间的表演时间没办法录，但是他的表演真的是非常的精彩，让人想要再看一遍。现在的话已经是散场时间了，大家都准备要离开了。2楼有间卖店在卖歌舞伎相关的产品，
也有坂东玉三郎的周边商品，这个是鹿娘。一楼则是有卖和果子的头拉鸭跟土产，旁边则是有卖坂东玉三郎的明信片跟资料夹。看完表演之后有点肚子饿，决定到旁边的伊藤久右卫门吃午餐。这是我点的抹茶寿把套餐，然后跟一杯抹茶可乐。绿油油的面看起来好好吃的样子哟，还有这甜点，期待它的口味。这是它套餐里面附的饭，先来尝一口这面，这个抹茶是他们2022年的新产品，没有抹茶味，只有可乐味，大家这个可以不用点，而且这边要700日元，好贵。好啦，吃完了饭，这次点餐点了2090日元，他们还有送两张30元的折价券，可以用在买他们家的东西。这是暴雨之后的鸭川。好啦，这次真的跟大家讲再见啦，拜拜，下班。